屁啦！巨战杀手。好了好了，重开了重开了重开了，离开离开离开，再开场再开场再开场，我再开我再开啊，太恐怖了，先离开先离开，要开的话要邀我，被粘了被粘了，我怕你们会怒跳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怒跳？太难了，不会啊，玩玩看玩玩看啊，再玩一下，不，没关系啊，太难的话就打老皮啊，你们都跳了吗？出去啦！有人说方会场三十人攻占军事基地哦，我这三十人过去，三十人被打回来啊，没有用啊！三十个人打不过那军人太强了，三十个菜皮怕也没有。对啊，军人一个把你全部射一爆。来来来，要我？等等，我再找，我再找。哦，一个不要。你要看有开到了吗？等，我挑一个不会太难的，不然太难会很闷。简单就。大家要记住，我在日本做到，要怪日本人。好 ，OK 了吗？准备等 PC 版出3000人打军营，不可能啊 ！PC 版应该也是32个吧？怎么可能3000人？有吗？你开了吗？你开了吗？开了，我没看到，要记得邀我，等一下再跑地图。只有16个位置哦。来来，我还在 loading。你先等我们进来之后，你再邀其他人。我也要。有了，我邀了邀了。看到我全部的人都邀了。又是双人车竞速。双轮车竞速有没有那种单纯用走路的跑酷？有这个、就是。所以这就是是不是？把人家打下来就好了。这个就是极限体能网啊。我要重新进线上游戏了，还有 loading 怪怪的。PC 版应该没有意外的话是30号啦，30号或29号会出啊。载入转圈圈。来。Waiting for you。呀呀，我回来了。得要抽奖。快吃巧克力！有了吗 ？OK 了吗？没有啊，老坏还没加，老坏啊，他应该跟我一样那个吧，断线。转圈圈啊，坏的。邀请功能目前也停用。因为你没有把那个有奖。我刚按延计时关掉，对啊，你要先关掉。我觉得我跟老坏线路应该是类似的，就是很容易断线在进阶。要重开吗？重开吗？有点惨，特别容易断线。所以呢，要重开吗？那现在要重开吗？还是我开邀你们？哦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因为我有关卡很好玩啊，相信你们一定想要玩一下。变人。一定是什么火烧岛？不是火烧岛，火烧岛信啊？为什么每次都火烧岛？要火烧岛是不是？难道你就不觉得说我会做一些比较好玩的地图出来吗？要退出吗？什么水里面的？先退。好，先退。我在自由模式。嗨，我看我看。捏。哎呀，卡住了。其实你说它很大也还好哎，大概50几G而已啊，我觉得其实算还好。那、啊、什么？那个地图50几G？我说这个 GTA 啊，50几G 吧、哦、，PC 版的。那还好、啊。PC 版要50几G 哦。还好吧，okay 啊、50几G 还好哎。
四个教堂随便一个都是四五十 G 了，你觉得呢？片片整理一下就有啦。对啊，整理一下就有啦。这样要把低潮空好多的空间，要删掉好多女优。那我开，我开啊。什么东西？叫裁员。你听到了？巧克力，你听到了？我只听到女什么？女优。女什么？哦，中枪。噔噔噔！我开，我开，我开！我邀你们。好，我在天空上，还在看云。那个云啊，那个雾啊，那个云，那个雾，还在开地图中，大家等我一下。还在看云。我的地图真的好玩啊，真心不骗好玩。我可不敢骗。真心骗你好玩，真心不骗啊，真心骗你。金正恩骗你，金正恩骗你，金正皮，金正皮骗你。我已经穿的，我已经在玩极限运动了。OK， 好了，可以摇了。我为什么先上山上有钱啊？这钱哪里来的？我从山上来，又从山上去。方位满会再开吗 ？PS4 版的我会独立一个嘛，然后 PC 版会再独立一个啊。你没办法，人真的太多了，每个人都在狂挤啊。有办法看到吗？我有腰，我有腰，我有腰了。我还没看到哦。我没看到啊。有啊，我腰了。有吗？没有啊。有吗？没有啦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哦，有有有。路上禁书，玩到死，转发射出。有没有印象啊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，怪怪的哦。很难吗？很难。OK，、哦、你讲的不难，真的不难。我就出车祸了，一点都这很简单啊，这很简单、啊。一定有鬼，就是玩起来特别不一样、啊，它那个有能可玩性多很多。一定有鬼，身上有可玩性多很多。一定有。不小心知道，完了就知道。身上有死，那个三百级是怎样？就先扯啊！你不要看那种什么空手格斗，就人家三百级出来跟你打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好了吗？好了吗 ？OK 了吗？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OK 了 ，OK 了。来，这张地图保证好玩啊！我每次玩，每次都很开心。你越开心，我越怕嘞、欸。看，该不会是那个吧？很烂的那个烂车子，然后在那边绕圈圈，你做一堆烂点，然后又走那种烂路。不会啊，怎么会烂？烂？你觉得它烂，你就心中就是表示说你心中就是烂嘛，对不对？不能这样子。制作首先看总体评价是烂的，看、啊、不会是那个吧？哪一个啦？不会啦，啊、是我的那个啊，不会啦是那个，不要那么悲观嘛，不要那么悲观。继火烧岛之后，全新力作，全新力作、啊。继火烧岛之后，全新爽快作。干爆雷啊！不会雷啦。看到这个地图好像哦，怎么这么像呢？不像，完全不是，完全不是。啊、不会啦，我怎么可能找这种地图拿出来玩两次啊？你开玩笑？怎么可能不会呢？别闹了，做心得啊。我有做新的，我这个每天都有这个新思维啊，最好是、啊、我新思维很爽啊，只不过是从车子换成脚踏车而已，有什么好新思维？超级旋风脚踏车，谁让你无法抗拒？真的没跟你骗啊！玩到死，玩到死！咦、欸，他怎么有猫猫的衣服？我记得我也有啊。为什么一堆裸男？每个人都要裸一下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没有裸女？裸体啊！竞速玩到死，感觉我是竞速的，我选错脚踏车。来吧，宝贝，认真啦，该认真的时候啦，真正的竞速啊！哪只对体力有瑕疵的我也完全是。你选错脚踏车了，可恶！我选错脚踏车。我选特技脚踏车，可恶！我选越野脚踏车，我想到那个地图是越野。哎，神盾开枪！不要神盾，神盾开枪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不是啊，不是这样玩，不是这样玩。为什么可以开枪？不要开枪啊！哎、欸，真的可以开枪。怎么用啊？为什么用武器？有，怎么用啊？哎、欸，
哎、欸，有万加什么可以开？你这个开开前面，后面。怎么开？怎么开？爽啦！按正方形可以选开吗？哎，巨石！啊，路雷！哇塞！汽车！你确定这个游戏这样玩的吗？这样玩的没错啦，相信我啦。这样子一直开枪一直玩的吗？就是这样玩。后面还有人丢年弹是怎样？等一下没体力了啦，我已经没体力了。凶凶的，靠实力啊！靠实力啦！真的吗？实力就是靠我身上的弹药。我好像没有枪哎、欸，啊，被炸死了。没体力了，没体力了，死了。PS4 才有啊 ，PS3 也有，各种地方都有。啊！那时候捡到钱了。哎、欸，开枪是哪一个、啊？阿万可以开。阿万？是吗？是罗万还是阿万？你要整罗万加阿万。车祸。哦，我好，我好慢。那到前面小心一点。啊！被射死！哎呀！没有，还是没事啊。我看到跟我一样没有体力的家伙，超级可怜。即便你不是可怜，我还是要射杀你。刺客联盟。不会搞。射死你！有，赢了。射死你！射死你！感觉居然还开武器，太不要脸。居然有武器啊 ！No！ 我是开始这个体力太可怜了。忘记哥哥的弟弟，感谢我们 JOHNYNEN2182，感谢订阅。一顿就炸死，超爽！哎，用地太快了。哎，我觉得我体力比较好，机车我体力用完。还怎么换武器啊？肥皂哥，骑车。我跌倒了。啊！哎、欸，他好快，他怎么？你也太多了。在炸我啊！妈的嘞！你嘞？在炸！我要用保留体力的骑法，这样才可以一路往前。不用担心啦、啊，你骑越快，前面的斗争越激烈。我已经是第15名了，不用担心啊。我13、欸，哎呦，不是，给我跳车，白痴啊！你13岁，我刚刚在射的都你啊。假设我麦哥，现在14名会去射你。啊，那先射14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射前面的。啊，记得、哦、我是蓝色安全帽，还有这种的，这个时候追不到他，走。哦，好远，再见。射不到啊！算了，我努力骑好了。哦，为了射他，让我都变慢了。哎呦！冲！你快！对，回来了。等一下收台湾。哎呀！掉下去了啦！我的，有！我跟人家对轰了，有没有搞错？我就放弃阵营。对轰了。对啊，有人已经下车在那边射人了。他的警察车是怎样？不一样啊！我菊花中枪，机车。为什么有人拿狙击在那边射？狙击，那已经不打算赢了吧？放弃思考了。我觉得后面那个就是你之前的第一组，把它换成脚踏车赢了。确实啊。快骑！后面有人，快骑！那种白痴脚踏车斗殴，他是谁做的啦？是不运动，很累呢，很忙哎，手忙知道吗？太嘴了，手忙脚乱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没背过去啊！哇，我这节省体力的骑法太厉害了，好远哦！咦，我们开车吗？哇塞，还没脱轰。
觉得快要追到前面了。你看我这既有速度，